现在8点多了，哎呀，这个狗子每天都这么躺着，它是不是没有安全感？都说父亲的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，你这哪是小棉袄？我现在这不成了支架了吗？哎，起来了，你这每天都这么睡，要不然就整个身子压在我的头上，哎呀。找到了这个，房檐下，哎，搭了个帐篷，今天出发了。哎呀，外面还是冷啊！哎呀，别在里边待了，走吧，出来吧。啊？你是哪家的小狗子啊？长得这么好看，哇，还挠痒啊？你一挠，挠得我心里边都痒痒。今天早上起来收拾完，来吃一份藏餐，看看人家这个藏族人家里面的布置，真的挺好看。日多乡就出这个美食叫日多丁肉饭，也很干净，一个小镇子。这个就是他们这边的虫草，这儿要了一碗面条，然后给狗子再盛一点，这样就行了。进来吧，吃饭吧，咱们下来吃啊。我们孩子还长身体呢，吃吧。哎呦，看看我，这面条挺好吃的。现在看到一个牌子，那就是说这座山上就应该有野生动物了。我感觉你身上肯定是有虱子，但是我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。他倒是挺听话的，还知道跟着走。走吧，走吧，我们休息一会儿。好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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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现在找了一个旧房子吧，然后里边全是垃圾。你们也知道啊，这个屋子里边全是垃圾，我也看着难受。唉，我打算把它全烧了。从这边收拾到这个脚起这个地方，然后留了两个塑料布在这儿，今天我要在这儿露营。这个地方收拾出来挺好的，看那上面这个垃圾，还有。这就是用我妈的话来说，就是锅里吃锅里拉一样，太脏了。在这边做着饭，然后还接着大手，真的是。哎呀，这个屋子总算是收拾干净了，火一灭。现在这个屋子能住四个帐篷，绝对没问题，给后来的人用吧。我今天搭到这儿。然后那边都呼啦呼啦都弄了弄，等那个火一熄灭，屋里面没有烟了，我们就可以进去了。这边打水，
煮鸡蛋。走啊，跟我走走，跟我去打水走。哎，真乖，乖宝，走。走吧，打完水了，走，上去吧，走。看我捡这个炉子也挺管事儿的吧，烧开了。吃胖了，哎，好了，这也脏了呀，嗯，哎，怎么样，都吃打嗝了今天，哎呦，看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两天喂的比较好。一天吃俩鸡蛋，然后吃点我炒的菜，也不是很咸。你看，不盖了呢，耳朵还支棱起来了。嗯，给大家支棱一下。还都不知道给你起什么名呢。这是个小女孩，哎呀，妞，看啊，多漂亮，就是没有给洗澡。这两天也比较冷，哎，好了，进被窝吧，进被窝里钻着吧，去吧，往里面钻，往里面钻。今天没有起多少，昨天从山上下来，给我冷的，冻坏了。哎，只有个毯子还能给我暖暖被窝，你看钻到下边来了，钻到这块来了。可聪明了，你别看这个小野狗，它过去暖脚去了。好了，拜拜拜拜，再见。